黑眼珠的应该是原始狐狸，我估计应该是原始狐狸啊。这家伙晃得太严重。没吃饱还得喂。咋喂都行，我注射器喂也可以，是勺子喂也可以，我的鹦鹉都连怎么都可以喂。还有人问我喂的什么奶粉，我喂的 A21 啊，这个主页店铺里边有这个奶粉，我喂了两年的鹦鹉，虎皮鹦鹉、玄凤鹦鹉、牡丹鹦鹉都喂了，还可以啊，很少有积食的情况。